五福临门，恭贺新春。迎接虎年到来，慈济人文置业中心同仁发挥巧思，创作拜年电子贺卡，有吃蔬食的可爱老虎，鼓励大家如素互生，勤造福，也祝福大家平安健康，百病不侵。卡片的设计啊，能够给大家一种那个温馨的感觉，祝大家那个虎年快乐，然后福利健康，福利平安，福利快乐。故而言呢，在民间信仰当中，它神通广大，加上骑的是万兽之王老虎，因此呢，希望在这样的威力之下，疫情可以赶快的结束。我的板子事实上你看我们以前在画，就是你在雕一个木板。为了画出独一无二的新春贺卡，有同仁以版画方式来制作，替威猛的老虎加上扶桑花，增添俏皮感，比较俏皮的样子。然后他收到之后，他就觉得说啊，我今天就有一个，今天就有满满的正能量，我想要有一个冲刺，想要奔放的感觉。也有同仁描绘出传统的吉祥图案风格。以前的吉祥图案是狮子的双狮气球，那既然今年是虎年，所以就把它改成老虎。对，也是祝福收到贺卡的人都可以身体健康，像老虎一样活蹦乱跳。电子贺卡还加上静思语，分享给亲朋好友，祝福新的一年平安顺利。大爱新闻蔡佩颖、田志忠台北报道。